公子，你我又擦肩而过了。公子，淳平君，齐王还是倒向了秦国。公子，齐商虽用秦传，然五国商贾仍可抗拒，合纵之谋尚存。飞赴邯郸，就是要与诸位商议反击的对策。请。非以为，若与暴秦相抗，唯有仰仗三晋，而三晋之中，只有赵国抗秦之心最甚，之力最强。先王崩逝，200万赵军殒命疆场，目下我国力衰退，士气受挫，并非秦国敌手啊。秦王使诡谲伎俩，尚不能破邯郸灭赵，何也？赵国兵精将勇，秦国难以撼动。公子所言，直击我赵人心坎。亦即刻戒严大王太后，让赵国整军待发，抗击秦国。淳平君，赵国不缺将帅，缺的是治国立政的大才。还请公子相助我赵国。非才疏学浅，不堪重任。公子莫辞，公子若不能，这天下还有谁能助赵败秦呢？吕不韦。吕不韦，不错，秦国文信侯吕不韦。公子，你不是在说笑吧？吕不韦乃秦国相邦，主政秦国十余载，断不可能助赵抗秦。吕不韦虽是秦王重父，但与秦王政见有别，二人皆力主荡灭六国。吕不韦主张缓图，秦王苛求极进；吕不韦主张行郡县兼分封，秦王则重郡县夺封地。二人政见势同水火，不能相容。秦王若想有所作为，唯有拿吕不韦开刀。吕不韦受封洛阳，即便与秦王政见不同，但他能舍得下那100000封邑吗？哎，这吕不韦啊，是天下巨商，富可敌国。当年他散尽钱财，辅佐赢异人登临秦王大位，可见他不是贪恋钱财之人。不错，吕氏志在天下，受秦王霸黜，必郁郁寡欢，心有不甘。他想要的，秦人不给，我赵人给。淳平君睿智，天下能与秦王匹敌者，唯有吕不韦。吕不韦，有点意思。太后，这个吕不韦在秦国待了20余载，对秦国的上上下下、里里外外是了如指掌。若由他主政邯郸，我们赵国不但不用惧怕秦国，反而将来还有可能败秦灭秦。吕不韦现在何处？洛阳。臣愿亲自前往洛阳去请吕不韦。好，你去。他有什么条件，悉数应允。诺。来人，丞相，我说淳平君去洛阳了。去洛阳？
去洛阳做甚？春平君说动太后，邀请吕不韦来赵国做丞相。 敢打老子位置的主意！今天这个不是，对呀，今天这个家伙，不知道。家仔，就是这群上古。见过家仔。 诸位，今年是丰年，依旧是价高者得。诸位出嫁的时候，仔细斟酌，若是价格太低，粮食就是别嫁的了。那是自然。你的出嫁太低了，大人有所不知，丰年粮价跌得凶啊。 大人，这价位如何啊？不错，我再看看别价的再定。多谢大人。这位老弟，这是文信侯府，休要胡来。大人。 在下既然敢出这个价，就能拿得出这些钱财。莫要妄言。不敢，行商作贾，诚信为先。你出价如此之高，力从何来？在下只负责购粮，于是有我家主人，我家主人千叮万嘱，竭诚求购，恳请家载大人一步相见。 主人，正义大人到。春平君，大人，别来无恙坊。春平君出的价，不是为了买粮吧？我奉太后与大王之命，欲拜访文献侯，请大人引荐。 文献侯不会见你的，春平君，请回吧。大人，我是真心求见文献侯。大人。 停！君曾言天下，非一人之天下也，天下之天下也。阴阳之和，不长一类；甘露时雨，不思一物。万民之主。 不恶一人，文献侯之意冠绝天下，在下求得一会。文献侯，你可听见？春平君，不妙！此乃见文献侯最佳时间，走。 在下欲拜见文信侯，恳请诸位引荐。想见文信侯，该走正道，为何这般鬼鬼祟祟？哼，非奸即盗！给我打！住手！
能如此？崔明君，快走！父亲辛劳，这是照相郭开派人送来的。父亲，主公，大王，此事郭开倒是传禀的勤快。他是想借大王之手，斩断赵义营文信侯入赵之举，好保住他的丞相之位。文信侯定是对被出相位一事耿耿于怀，才与赵人暗中往来。臣以为，当即刻遣使赶赴洛阳。则问问信侯，魏阳君，文信侯若是对大秦不满，绝不会谪居洛阳数载。以文信侯之名望才干，若想离秦去关东六国伸展，诸侯必会争道相迎。即便文信侯不叛秦之念，也难保其贪权之欲日盛。大王，该将文信侯迁离洛阳了。这文信侯连你的面都不见，还棍棒相加，可见其毫无入赵之意。春明君，我看我们还是先回邯郸吧。见不着文信侯，绝不回邯郸。仔细打探文信侯的行踪，一有消息，即刻来报。诺。文信侯好逍遥啊。得十两马，不若得一伯乐；得十两剑，不若得一欧也；得地千里，不若得一圣人。陈明君，尚能无碍吗？只要文信侯能随我入邯郸，亦受点伤也无妨。养好伤，而后断了此念。文信侯，我王与太后诚邀文信侯入赵为相。文信侯出自邯郸，对赵国甚是了解。如今赵国京城求贤，文信侯不用拘役其祸，就能坐上相位。如此良机，岂能错失？你可知一个商贾最看重货品的什么？请文信侯赐教。货品的成色。我赵国乃关东六国之首，货品的成色绝不弱于秦。名为邦门，秦赵哪国名端？秦国。千两财货至今
赵国难与秦国相比吗？秦赵，哪国的政令严明啊？秦转告赵王太后，赵国这件货品陈色，难入不为眼目。 去了趟洛阳，什么收获都没有吗？有啊，当然有。说来听听。臣与吕不韦夜以继日，畅谈天下大事。他说：“秦人连年征战，兵疲国弊，只要赵国肯坚持。” 必定会反败为胜。去吧。诺。编个谎都编不像。 春平君，春平君，去洛阳了？与你何干？春平君应该提前给我透个底儿，我好给春平君谋划一番，春平君就不会被吕不韦辱骂一通，负气而归了。春平君捧着相位，舔着脸去了洛阳。 吕不韦，找我何事啊？公子辛苦，连夜派人进入魏延海，我就不信撼不动他吕不韦。春平君放心。 大人是赵国春平君意。魏王渴慕文信侯已久，请文信侯接魏国相印。韩王愿举国托于文信侯，恳请文信侯入韩为相。蓟辽虽仅辽东，却是姬姓征硕。燕王，请文信侯共襄盛举。 我等奉赵王、燕王、魏王、韩王之命，请文信侯接四国相印，共治天下。你等既是文信侯门客，定然是才能出众。
难道甘愿窝在这小小洛阳城，了死残生吗？诸位大人稍待，在下这就去禀。春平君，四国拜相，那文信侯岂不是跟苏秦一样，纵横天下了？当然，你等就要随文信侯青云直上了。这样子真好啊！真好啊！父亲，赵毅又带四国相印来拜，门客们跃跃欲试，都想讨得一官半职。随他们去吧。那我去将赵毅还有使节们都撵走。不可生事。诺。陈平君，算了，人各有志。对，我等心诚，但文信侯无意。事已至此，岂能罢手？四国的颜面何在？那该怎么办？等。陈平君，我等在此苦等，也不是个办法呀。诸位，我已命人传言，吕不韦表面举事，暗地已经将四国相印揽入怀中。消息一出，定会引起秦王的忌惮和秦人的唾弃。到那时候，吕不韦自然会投降我们关东列国。以文信侯的谋略对付赵毅等人并非难事。文信侯骤然不会叛秦而受四国相印，可他的门客蠢蠢欲动，一个个都嚷嚷着要去四国做官。大王，文信侯会为门客做过些啊？可否派兵洛阳，禁绝洛阳与关东列国之交通？传寡人诏命，重责文信侯，令其迁入蜀地。大王，大王，三思。文信侯有大功于秦，如此处置，恐遭天下人非议呀。臣领命。大王此举，是在保全文信侯。王赵，文信侯吕不韦，均合攻于秦，秦封居河南，食十万户，均和亲于秦，号称仲父。其与家属习楚属。诸位，听清王赵了吗？臣吕不韦谨奉保命。诸位是否听清王之诏命？谨奉王命。
小心哦。大王一片苦心，臣全然明白。这一拜，仅听为大人替我拜给大王。文信侯，请起。李斯并不负文信侯之托，一路劳顿，确实饿了。大王近况如何呀？哎呀，家仔，大王怎么能下如此重判？不是跟有什么情况呀？要把文信侯逼上绝路啊！自取流放吧，这跟流放有什么区别呀？是啊，这是把文信侯往绝路上逼吗？这该怎么办呢？啊，这是什么诏命啊？这是什么意思？大王之脾性，文信侯当比我了解。大王凡事皆与亲力亲为，就四国奉上相印，欲拉拢文信侯一事，大王也是费尽心思才下此诏命，只为断了山东六国对文信侯之搅扰。六国处心积虑，就是想利用我诋毁大王，对抗大秦。哎呀，树欲静而风不止，不为身处在何地，他们都会找上门来的。大王又能下几道诏命，护我几回？文信侯入蜀地之后，便安心休养。有大王在，六国宵小，怎能奈何我大秦啊？文信侯只需安享晚年之时，看大王如何扫荡六国，一统天下。要不要尝尝我酿的酒？好啊。粮食连着两个丰年了，我酿了好些。嗯，好酒，果然是好酒。此商饮完，大家早早歇息，明日一早各自返国吧。请，请。诸位，能否再多等几日？吕不韦态度如此决绝，多留无益。秦王诏命重责吕不韦，可见君臣之间嫌隙愈深。我们再多等几日，事情必有转机。吕不韦和府上下都在往外搬东西，要迁往蜀地。淳平君所说君臣嫌隙，哼，怕是虚言呐。等吕不韦啊
按捺四国相印的声势再大一些，这秦王必定会再度重罚吕不韦，到那时候把吕不韦逼上了绝境，他必然被擒。只怕流言传得再猛一些，秦王要惩治的就不是文信侯吕不韦，而是我魏国了。为了一个吕不韦，若惹得秦王盛怒，举兵攻魏，那本使便是魏国的罪人喽。陈平君，有兴致你就慢慢的等着吧，本使告辞。韩国也难以奉陪，陈平君见谅。燕使，你是否也打算退出啊？为此事周旋多日，本使确实有些乏困。春平君慢饮，本使先行歇息了。这罪儿小国难成大器，早晚被秦国扫灭。哼，早晚被秦国扫灭。春平君，公子妃回书。吕不韦啊，吕不韦，这次要跟我去赵国。将此檄文连夜发出，要让天下人人尽皆知。秦王刻薄寡恩，残杀亲弟，幽禁生母，此即迁文信侯入蜀，实是忌惮文信侯之才能与威望，而囚禁文信侯。文信侯功业昭昭，天下之士莫不敬仰。秦王如此戕害，世人不耻。赵国决议与魏、韩、楚、燕诸国举一旗，讨伐秦，诚邀天下仁义之士，戮力同心，营救文信侯。大王，心中有事。皇上也不知为何，近些日来总是心慌得很。
公子若想死，不为陪你赴死。今日一同踏出此步，你我命运相连。公子，终于见咸阳了，此番艰险总算没有白费。整个秦国乃至天下都将是公子的。不为今生所愿，唯有竭尽全力辅佐明君，使大秦成为天下霸主。若能助大秦一统天下，今生死而无憾。先生该做大秦的丞相。太子傅吕不韦有定国之功，今日起擢升大秦丞相。寡人以秦王之位担保，吕不韦绝不会负寡人，也不会负我大秦。谁阻拦我？我吕不韦必与其命师俱焚。你要何回报？我要做天下的丞相。你心中熊熊燃烧的烈火，是历代秦王传承给你的志向。外面的天下，东方的六国，迟早是你的。恳请丞相助我实现秦人之志。杀了朕，朕若不死，公子身上的王族之血便受到玷污。臣愿以死换公子清白。杀了臣！这多年我治国著书延揽人才，就是为了有朝一日把大秦交到他的手里，他能一鼓作气完成一统天下之大业。功成身退，天之道也。该走了。去昨夜风凉起，看四野八荒寂寞。